皮捣乱，到处去偷去串。做的好梦是吗？嗯，啊，蚊帐妈妈放下来，就没有苍蝇子来叮你啊。喂，嗯，儿醒了，吃饱饱了，舒服了。嗯，关心有点啊。是不是掉那边了？啊？啊！一直跑哪儿去了？嗯。嘟嘟嘟的，嗯，小可爱呀。有。在床底下弄半天才弄出来。哦，出去了。
一二一二，蹦！闲闲还一只啊，我们再找找是不是哪个地方长的了，偷哪儿去了、啊、嗯，这迷藏呀，拉臭臭了吧，我在。晾着啊、哦，一会儿自由又吃蛋蛋啊、哦。爬上来了。
亲亲姐姐呢。哎。就能爬上来了。隧道打通，可以起来啊！爬爬爬！爸爸，把这个睡垫上。爸爸，起床！爸爸，爸爸爱你啊！爸爸过些日子回来抱你。昨天还是照样的冷吗？嗯，对，有点凉，你穿多点儿。那个晾上去的丝袜是我的还是弟弟的？那晾的？嗯，是你的。你决定不用补了。嗯，每天都有新进步呀。他会蔫吗？啊，可能会蔫吧，一会儿再浇浇水。蔫了。啊，给你一个妈妈去。可以吗？当然，你不一直坐那里吗？嗯，不错，吃的真好。嗯，瞧瞧我们这床，什么床？你家妈妈睡觉的床呗。我们那个睡袋，我们睡袋像一个窝似的。挺好，睡着温暖就好，乱就乱点吧。这边没有什么啊，这就叫此地无银三百两。嗯，反正就是不要他看见嘛。嗯，嗯，现在正好啊，自由。把这个蛋先搁一边，他看见他又都捏了。啊，自己吃啾啾呀。嗯。孙悠悠真棒啊！嗯，姐姐吃的好。嗯，好，孙悠吃的真好。嗯，这一小半碗都吃一半了啊！淘气。你小弟帮忙把那勺子捡一下。嗯。谁干的？反正每天都是我这个。你身材灵巧啊，最适合干这事儿，捡东西啊。要不，嘿嘿嘿。
你又是姐姐，多光荣啊！那胖子一定很羡慕我。嗯，我想是。妈妈帮我弄一片豆腐这个。看弟弟开始玩了，差不多了，吃。妈妈也吃好了，吃奶奶好了。能吃吗？当壳子。要试着吃。这大黄，他那个都没吃啥。一会儿吃完饭啊，这个天阴嘛，天天还没下雨。那昨天不是买的那个四个花芽子的那芋头，想去那儿种上。一会儿你跟弟弟在外面玩，妈妈把那种上啊，然后你再洗澡。Thank you.
上，明年那冬干那个坏了，好像那种子不能老是留着。对，这个小葱也要种上。嗯，这是那芋头发芽了。这是小葱。对，那是大葱，就是那个结的种子。这个一会儿排上这四个，看找。那鸡冠花，这个是鸡冠花。那个、对，鸡冠花的小一些，这个大葱的大一些，扁一些哈。自己又拿着那个。咋弄呢？你要睡觉，叔叔给咱们去吃饭。那妈妈都有点为难，说。今天是困了，不太开心，是吧？对，今天是有点困，整个一天好像这天气阴沉，他都不怎么像平时那么活跃，忧郁了。忧郁倒不至于啊。就是你不会忧郁的啊。了吧，满地跑了，满地，哎呦，真是，都能扶着那小花坛上下台阶啊，自己爬这个，敲那树花，长着了，天不都我自由多么不容易啊，得专门挡，对，不让人家自由，要不他爬树了是吧？不是，他拿那棍子啊，敲这个，把这皮都敲没了。这藤城能多住我们一两年，能住，应该能住下去，我觉得藤城不错，能住个一两年也没问题。等追魂出来了，让追魂也过去玩一玩。
有时候还挺想追婚的，还是看着吧。嗯。还见着没？还是律师见了，我们见不到。你不是上次不是说送衣裳没推荐、啊？送衣裳我只能送到那个接待室啊。能给他送东西吗？能送。能。好。就只能送点衣服。烟呢？没戏。可以吗？不行啊。都不用没戏啊，出来憋住就行。出来估计马上就抽了。然后给他存点钱。啊、哦。送点衣服。那个上回就是房东说那消息是。房东那个说，我后来又问他了。嗯。他说是村委会给他的电话。什么呀？村委会给他打，就是四月中旬的时候给房东打电话说，嗯，这么长时间了，说追魂可能也快出来了吧。嗯，他要是出来就让我们搬家。现在有半年多了是吧？七个月。七个多月。嗯。差啊，是这现在一共你算不算一共会见多少次？嗯，这个律师会进来三次。前面那个律师谈的不好的会见了两次，总共五次。梁小军去没去过？梁小军第一次去见了。那加在一起，这关七个月的话，会见五六次，情感亲情那个感觉就够了。快赶上你的劳教。那个还短。那还差呢。那是15个月。快赶上你的劳教，那个还短，那还差了，那是15个月，一半儿，还差8个月，然后那个律师够时间长的，15个月，一年三个月，然后律师发那个通知通报嘛，费劲通报，然后。通知通报嘛，费劲通报，然后申请那个政府信息公开寄到那个通州看守所。通州看守所那地址明明是对的，人家就说那个地址不对，退回。不是在那，律师说就是耍流氓。还可以，就是你一切行为都是那个。边上都有人那个给你做记录。做有大本，他不是像他们在里头是不是这种正规的？就是你看着那点儿，完事之后有什么就是汇报一下，探到什么口风了啥的。他得这么长时间不定调。这要定调还好，日子他有个期限嘛，好一点。不定调哈，就在那儿，那个，但是哈，其实我建议你下回就是存钱不用存太多，他现在估计也是小二板了什么的，就是不花钱也能吃到好东西。不是，不是吗？律师跟我说，他拒绝做这些东西，不做大板儿吧啥的。不抵制的，那不是，那他现在在里头就是他也不分，就是在里头，因为年头一长，他也是挤进了，这就是吃不了亏嘛。而且我看。不是，心里宽慰不少。不是宽慰多少，你看追魂在里面的一些什么事儿呢？包括还做个行为艺术叫半果，一天吃半个果。我那天我跟他在里头还做行为，对，就做人。我刚开始半天没回过神来，做这有啥意思？果对，李畅说的，小娇他妈说半夜跑我那去说最后这是啥意思？李畅说，我也没明白。对，李畅说的。小娇他妈说半夜跑我那去说这回这是啥意思？李畅说，我也没明白。我玩我们不聊嘛？我说这个这次过得他家过得挺好，一天还能吃半个果。每天吃半个果。对呀、啊，你要是混得不好的这种这你吃不了半个果，就是你轮不到吃的嘛。就是我估计他刚开始那个没让存钱，他还能吃到果，这。不是，那是我存钱以后他自己花钱买的。自己花钱买的。啊。一天做半个果，就是他怎么的呢？追魂上次就他们关的时候，就老五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就老五放的时候，追魂还。
关的时候，这老五出来的时候，那个就老五放的时候，最后他最后，因为他那有个栏杆嘛，一般的，你那个人员要报告，拉屎都要报告的，他就可以跑到前面嘛，碰上老五放了，他可以跟老五说话，就说明他混的就是在里面混的还不错，就不能太受欺负。然后我说，我操，他混的不错。你得告诉回魂，你说外面这还有个爷呢，更退钱。我那个他那里边是钱箱的。我给他寄了照片，好像都没收到。后来律师会见的时候，我就打了一张纸，律师对给他看。在里面的时候，像看守所里有人给能带进去，人家要额外花钱。叫你要给那管教偷偷的行为，他们规则是不允许的，等你要判了就可以。我认为监狱要比看守所好过，日子会过得很快，因为他有的时候他生活规律嘛。像我是严一点，要没有这么严，他去了就可以看书啊。也像我是憋了他妈的半年之后才让我看书，家里邮了姥姥书了，他不给你攒着，后来他妈的给我一堆。好几次邮寄的书，那时候我他妈的有点法盲，我他妈还准备好了，就是上法庭辩护抗争呢，对，慷慨陈词哈。如果没有律师，我就自己他妈的，就是天天想怎么是去就在心里默默地背这种，他妈都他妈四十多天，哐一个单儿，他那个挺得意了，就是老提醒我那个叫。做那花友，你看这知道不？这个我劳教，我这一看就傻了，而那肯定老伙看我挺。这个知道不？这个我劳教，我这一看就傻了，而那肯定老伙看我挺不开心，告诉我说那锅子出去了，就是假装给个好消息。老伙看我挺不开心，告诉我说是那锅子出去了，假装给个好消息。但是他还是要比那个在里面舒服多，在里面会焦虑，他会就是就像他们未知，不是他对未知，嗯，就像他们这次抓这帮人，就后来吕尚他们说的，说这差他妈天天，今天他们抓进去一个，第二天又进去一个。他在外面等着哈，更难受。他说：“还不如他妈的大老子天天出来逛，你们抓我进去的。”他是这种一样，因为现在这追魂这个好，现在没有劳教制度了，就你要是怎么还是要走程序嘛，不管怎么还是。他不是像那个时候，现在没有劳教制度了，就你要是怎么还是要走程序嘛，不管怎么还是有慷慨陈词的那个机会。4月27号的时候，律师告诉我4月27号第二次退捕了吗？又退了一个。又退了。就是退捕，就是反正折腾，但是早晚，那要是搞不好，就搞不好就像他们像许志勇他们关一年多了，完是一判。朴志强。对。搞不好就像他们像许志勇他们关一年多了，完是一判。朴志强。对对对，朴志强还没判吧？还没判，第三次退捕了。就是许志勇他们。像许志勇他们关一年多了，完是一判。朴志强。对对对，朴志强还没判吧？还没判，第三次退捕了。就是许志勇他们那个叫什么？那个不都判了吗？就关一年多，他有很多这样事就关一年多的。他给判了。判四年。四年。但是我估计追魂没有。没那么对呀、但是现在来看也不轻了，现在已经是7个月了。是。他这侦查阶段会最长多长时间？是就中国没有，就10年都可以。就是在看守所里都有那种关5-6年的，
就是取不了证。单人，他首先设定你就怀疑你是有罪的，而且不断地去侦查。他侦查是怎么呢？问题你证据不足，我可以取保候审吗？他不单单是证，比如他发现你有个新的证据了，比如现在他们公安局办案是怎么的呢？比如是想留你，他那个证据不全给你露出来，比如拿出一个证据上到那个检察院，完事之后，如果驳回了，他就想留你，再拿出一个证据，说我再拿这个来起诉你，这样式你花无限制的去关。是。他们里边几个人呢？是吧？他现在就是王藏，还有一个叫什么淼，那个女的张淼还在里头呢。张淼，还有那个老朱，他们四个都是因为这个，都是寻衅滋事。他们都是这个战中，是声援战中这个进去的，但是追魂不是。追魂不是啊，追魂就没有。追魂他们是作为他们的宋庄的典型给抓走，给杀鸡给猴看，这一看抓哪个说得狠弄一个，就他妈留追魂嘛，追魂是被人扫进去的，对，扫进去之后。就最后给罪名安不上，就是他在那说，我们不都在那听吗？追魂根本就没有参与，不是战中，现在战中的。我们这事儿与战中无关，都是以823那天身边老李那个事儿来治。那天身边老李那个事儿来治，说他寻衅滋事。823他去了吗？那时候追魂。823那天是在那个派出所门口，他喊的那个。他是带头的。就他们几个。很多人好像。对呀。有70-80个人。对，很多人呢。很多人干嘛就非得。然后他爸爸好像看录像里头喊的什么123，后面就有人。莫名其妙的，不是现在没有莫名其妙，也不是莫名其妙，就明显的就是杀鸡给猴看。现在就是政治导向已经很明确了，来就是你们随便闹，你们不是随便闹也管闹，就有事儿就严办，就不客气，严打。你这算什么事儿啊？就我那事儿要现在可能就是要更大了，就他妈不能是他妈1年3个月了。就是那时候我们那时候闹的其实挺凶，就是不像现在。现在你就是那时候就我去那时候追魂来去帮他拍照，一去我们到天安门一大帮人嘛。对，一去一大一堆。现在这种，现在你这种一大帮人去，全部得对。就是这种打击力度，我认为越来会越严。去年就开始了，实际上。去年实际他妈他关我一个月有什么说法？什么都没有说法，就直接就过去了。去年实际他妈他关我一个月有什么说法？什么都没有说法，就直接就是他说寻衅滋事嘛，搁北京带去的一个拘捕令嘛，完事之后，我说寻衅滋事，我说我有什么？寻衅滋事嘛，完事之后他说你跑，我说跑什么？我在我们家客栈房前屋后溜达溜达不可以吗？他后来就开玩笑了，因为他也看着我这老熟人，他黄院长不服吗？就关你了，关你丫能怎么的了？就关你了。就关你，不跟你废话了，哎，直接，哎，你还有什么？我一乐，我说没脾气，踏实待着吧，踏实待着。你逼吧，这时间都过久点关你。所以现在其实去年就感受到，就是他妈的手段很硬。你后来给你们捐款，这人都抓吗？是那个。
他到我们家取证，那个叫什么名我还真不认识的，是那个不是陈广，对，陈广，陈广，陈广，把陈广给抓了，我是陪陈广那个。真不认识的，不是陈广。对，陈广，陈广，陈广，把陈广给抓了。我是陪陈广那个小孩儿，还也进去了，好像也关了一个月嘛。就现在他根本就，他是干嘛了？那个谁？我是陪陈广那个小孩儿，还也进去了，好像也关了一个月嘛。就现在他根本就，他是干嘛了？那个谁？他就给，帮那个王丽搬了家，我知道的。然后就送了一下钱而已，其他什么也没。帮那个王丽搬了家，我知道的。然后就送了一下钱而已，其他什么也没。其实现在判寻衅滋事挺可笑，最后要是就是08年、09年，不是10年啊，09年被判寻衅滋事，没事老搞那种嘛，都可以。包括曹白河，实际曹白河，毕竟你要组织一帮人，你可以说公共的。老搞那种嘛，都可以。包括曹白河。实际曹白河，毕竟你要组织一帮人，你可以说就公共他，你还能挂到点边儿。你他妈逼现在根本就你都不挂边儿。你看追魂这回就没有任何导火索嘛。我那个辩护律师刘卫国就是给那个赵峰生辩护的。嗯。那赵峰生就是在网上发了一篇什么文章，就判了4年多。哎，这艺术家他这个。赵峰生就是在网上发了一篇什么文章，就判了4年多。哎，这艺术家他这个怎么说呢？这个定位跟那些个什么搞所谓什么运动的还差很多。其实艺术家其实挺他妈单纯的，你跟小自由一样，那么单纯。你不像。我感觉我们是过得挺单纯的。不是，就是很单纯嘛，就是你看这艺术家呢，你看这互相吵架，跟黄香打架，等我一出来，我的哥俩又好了，我说这他就是这么单纯，没有什么。你看这艺术家呢，你看这互相吵架，跟黄香打架，等我一出来，我的哥俩又好了，我说这他就是这么单纯，没有什么嘛，就是哪怕死坏或者什么的。等你跟社会上包括就是所谓的一些东西你一比，那种单纯性，哎，就是可爱自己。就是追魂曾经喊过一次，说这就是他，好像大伙说我这件事儿，而追魂说他妈的你们都闭嘴。他那时候说一句什么话呢？要去艺术化再谈政治，这个实际上很明显了，就是他那种，他因为就是你以艺术化去再说政治是一种胆小鬼的一个层面。后来因为就是我自己这一年我感觉听得很少，我就感觉他们思想是变了，就变得更往前走。但是他一旦被抓的时候，他的思想会被他表面他是什么呢？他表面来了2个人，他妈的，等抓我的时候，还有2个人是在那个县城里住的，没露面。嗯，而且那个其中有一个还是他妈的市局的一个副支队长，他也当着旅游了，他妈的，完事跟他们就来回等给我送那个拘捕证的时候是又过去的，好像哪个大队长是女的都当旅游，我说。他们动我抓我一个人，你们过来6个人来回换着去了，来旅行。所以就去年那个就外媒一闹嘛，就什么重返天安门啊什么的，他们就紧张，所以就外媒是不是已经是香港啊
对啊，就是就是香港。后来我出来的时候，我翻墙看了，就是喊的挺大嘛，就是都出来，这帮老的、小的、老民运呐、啊，什么老六四都出来说话。他们这六四我是经历的，哇，那真的很血腥啊！我当时还拍了好多照片，但后来被我父亲全给没收了。杨姐，你是六几年的？我六四年的。六四年，对对对，比你大好几岁啊！对对对对对对，正好是、正好赶上我那年已经工作了嘛，二十五，我和丈夫我们俩天天去天安门骑着自行车，他那个大梁那个车带着，人海那种的，就是像潮水一般的。然后最后呢，就是人行都得上前面。谁去了，在录像里都能看到哪个单位。对，都是，天安门都能看到。88年的冬天去西藏援藏嘛，就因为乱了，回来5月份，我就我们俩在天安门逛逛。但是有点我紧张，我也就是要求是什么感觉，亲自在电影里头，嗯，真的是这样。不是，等你老了也回去，你这个电影演的更激烈。其实没有追魂，你就是一个在，你就家里的支柱啊。不过太不容易了，他自来就是过着这种生活，在家现在多不容易。对，但是这种其实生活等你老了之后，实际这个是最有回忆的，是不是杨姐？对，当然，这就是经历。年龄大了，就是想，就是回忆，值得你回忆和回味的、爽的，都是你遭罪呀、那个难受啊，反正说这等小自由再长大再喊自由。宋庄这次打击之后，我估计这边。宋庄挺有意思，我这回这住这么长时间，就是变化那种气氛都变化很大。那天老五吧，我天天也不出来，等他们去都不打电话，对，鬼头鬼脑的，完事儿都晚上啊，去完事儿他可能瞄我，估计瞄半天了啊，完事儿都敲门进来了啊，聊完事儿之后说。聊饿了吃饭吗？说喊谁吃饭，忽然知道找不着人了。那咋还找李尚？你就忽然就不像以前讲，以前不用找不着人，你只要有吃饭，俩人往那一坐，我操，就得变成以前一个俩人吃饭，或者变成十几个人吃饭，很正常。我现在挺有意思，就是那天胡律夫子喊吃饭也是。我找不到人了，就这几个人，就是没有那什么。本来很多人也离开宋庄了呀。对啊，这宋庄那个渐渐的。还都好，人家一点都不要。嗯。这孩子不太好，真仁义啊，不闹，不认生。还真是很少看到这样的孩子。下雨呀，小自由啊，明星啊，我们的小明星来了。哎呀，请什么？请一讲。
哎呦，看眼神儿，那眼神儿。妈。哎。跟姐姐，姐姐呢？2:16了，就看饿抽了。我就知道烤鸭这个地方。来，快点，不客气。就是战争嘛，对，就是点到这个主题上，
所以他就特别这个敏感。可笑的，你说万一战争都结束，那边全放了，这边还是我。不放。他现在这个他，比如说他过来找我，他问最近健康问题，甚至问我这个最近去参加了没，他都顺带的问一下。他不知道吗？他应该都知道。他知道是知道，但是就是说他还是要。哎，他点你呗，就是你是去了啊，也次次见了，你心里有数，但别我们都盯着呢。我们都知道，他就是一个想得到这么一个信息吧，知道这么一个信息。现在大家确实见的也少。那习大大上来之后就不怪你好了。习大大比较的就属于权威。习大大不惯毛病。要一个多两个小时，二炮，这个打麻醉还签字，签得我的心惊胆战的，我。对，他有一个高考关系。那个签那个字，这样跑，他生理不一样。吓死我了。好，我签字。好吧，赶紧吧。好，你再给我签字。好，刘丽，签字。刘丽，刘丽娇，对，是不是？这你的名字。好，这你的名字。啊。你先站。你回去以后吧。啊。朝右侧方抱的。朝右侧方。啊，朝右侧方。啊，然后把两个脚给它叫是捂一捂，行，能凉一些。啊，一会儿我再过去。哦，好，男孩女孩？男孩，你不是你第一个是女孩不是？哦，这个是男孩，是你要啥给啥。哦，好，谢谢啊。啊，没事没事。他妈什么时候出来？一会儿咱还得。他身体怎么样？啊，都挺没事，都挺好，都挺好。好，谢谢啊。那你去抱过去。别那边，不要那边。好好好好好，你走。
是。那就不整点点别不活。别的。妈妈，你出去，你们不管，你出去。嗯。给孩子右侧窝一躺啊！哦，好，好，好，待会儿啊，待会儿你来。赶紧的。啊！快点，快点，不进来。宝贝，看着叔叔，看着叔叔，对，看着叔叔啊。在那个24小时之内必须带去医院，这个不能在这里留着。谁？24小时之内，待会儿。家属过去，他一会儿就出来了，接接病人。好，我去接他妈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好好，可以。好嘞，好嘞，好嘞，好嘞。护士，护士，护士。你把这个给我签个字啊，你就是我的一份啊。我说的不清都在这上面，怎么喂你要喂多少，什么时间喂都都在这清楚。好，你儿子的血啊，多少年？嗯，他不瘦，知道吧？不瘦。捂着就别动了，妈妈是这样，因为空气一老不跑了嘛。36，他说是。把这个都拿走，一会儿都给你糊了地下去了。哎，宝宝，我来接你了。谁呢？宝，是个你，是那个生偶，那个啊，是个你，是那个生鹅，6斤8两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？都平安，母子平安，蛮好的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那个？你就自己今天喝一杯吧，啊，记得了啊，记得了啊，有收获了，是吧？嗯，好好，嗯，自己喝一杯去。
怎么样？真行！我这门这门球这么标准呢？他没能上，没有那么没有那么厉害。哦哦哦！很荒诞的，你怎么办？你说话，这些人很正义、很正直的人都被歌里面带着嘛？没办法啊，你看连他妈逼国家了，国家是我们的吗？不是我们的，是他妈权贵的，怎么办？能做点就做点，关键你也是荒诞的，你想给那些还这个意思，你大吗？给那个朋友啊、同学呀、啊、亲人嘛，是吧？同学就很近了，有关系的，你给他说，他说你傻逼，他妈逼是，他还打你，还骂你，说你神经病。吃块耳朵，你就发的小耳朵明明白白呀，莫名其妙的。公安哪个说你的，你明白了吗？啊，这件事还是明白。这他妈的，你明白你，你明白？别拉肚子，不是他受了共产党的伤害。不是的，他那个他这个他妈的他那个电信的那东西啊，都他妈的不明不白，什么时候明白过？那立夫兄呢？他的那个怎么没有？一样的。一样的。你问他，好吃吗？他查得出来吗？好吃吗？查不出来，查得出来，我自己查过。好不好吃？查，你他妈一天到晚吃梦亏。这个查得出来的。喂，那你可以查。查是可以查，他妈查不出来。哪查不出来？你又不懂，你让懂的人查，不懂的人不要那个。这也瞎说。老掺和。你又不会。我也是不会啊。对呀。那你说什么说啊？有电脑啊，手机啊，你又不会。你发红包的时候，当时就会发一个，后来他妈交了多长时间才交会啊？知道一个包能分开发好多个，一整一个十块钱。傻逼，那你这怎么会？傻逼，啥也不会。就是傻逼了。没办法，很多很无奈，要好几十年。这一天迟早会来的，因为自由是挡不住的，人性基本的，就自由，自由本身肯定会有这一天的。